我先去睡觉去，我都能看到我家，我家就在那里，实际上非常近。如果能飞上去，我就可以直接去我家。直接回家，多么爽！这个地方装修了一半，还没装修完。天际套房，睡觉八小时，六地方，再睡个两小时回笼觉，我决定。Last night, I this has go. I feared the great serpent. 睡觉不脱鞋，居然！睡觉居然不脱鞋！你看看你这，把我的床单都要蹭脏了，到时候谁负责？Himself may have needed to avert his eyes at some of what went on last night. Outpost stash. 建造。怎么变自动变小了？这么智能，它怎么会自动变小？那把你放在哪里呢？可爱的 Outpost Stash， 它太可爱了，太迷你了，不知道把它放哪？放一个架子上，到时候我觉得先放这儿。船舶内部装饰器任务版。Great authority. 任务板这里。新组织任务版，龙神集团任务版，星联游骑兵任务版。联职新防队任务版，会不会以后有个瓦鲁任务？瓦鲁什么特遣队？瓦鲁蛇神教徒任务版，应该也会有。如果真出瓦鲁 DLC 的话，
声波。对，太哈人了。盆栽。这什么东西？我靠，这里还能种棵树，呵呵。这些树太大。这树长得真怪。Landscaping data screen。照片。Frame picture。Oil paint。Custom。这边还加了个种广告。Alarm。装个 emergency alarm。毕竟霓虹城治安不够好，咱们可以装一个这种，以防万一用。万一有人入室抢劫，是吧？Speaker。Decorative wall panel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倒是可以加在这里。
再往上点。Charging port. Motion detector. Aquarium. Wall mounted. 这个是浮在，我的天，浮在墙上，太豪华了吧，这个。Mini greenhouse. Hanging string line.Dragon.带个悬浮地球仪呢 ，glowing glow glow， 这个就有点意思，可惜这上面挂不上去，挂不上去就很可惜了。是的 ，light decoration。电风扇倒是可以放，哎，它还会转，完美啊！一要的就是这种，哎，这，哎，再过来，它怎么在一直响啊？但是，它如果不是在一直响就完美。不过这倒是也挺惬意的。这两种有什么区别？这种会响，这种不会响。第三种转得更快，哼！我不要这会响的了，这其实这会响的声音听多了烦人。Star logo, UC flag. 东西真多呀 ，decoration hanging。
家具，怎么这玩意都来？这可以，哎，这可以当做那种飞行模拟器啊，在这里玩飞行模拟器是吧？平时既然要开飞船，可以在家里练。那这要练的话，前面要带一个大屏幕才行，来个墙面显示器，挂在这儿。这多爽，打跑啊。哇哇，这是迷迭香果酱，阿基拉大，我马上回来，稍等。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装修好这个房子，天际套房。今天装修了一部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。植物，阿基拉纸，我能放进去吗？好像不能放进去，有点可惜。酒吧龙头，哎，弄一个，这多好。完美，就放在这里。
恶莲刚卯龙舌兰，终端键盘组合。对了，我们还没有做桌子呢，我先拿个桌子来。桌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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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桌子。我的桌子呢 ？Where the fuck is 啊？家具里，不在一个类里。那我们先看家具，再看装饰吧。毕竟要讲，先放大件，再放小件。厨房灶台。转角圆形自定义酒吧墙，嵌壁式壁橱，奢华壁架，条形柜的高档办公桌，这这么大的办公桌吗？倒是也真行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桌子更像办公桌。大屏幕，人家自带一个这种桌子，这桌子很好，这个桌子真不错。看那个床需要往这边移一移。
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一点那个，来几个。终端键盘组合。干机，哎，这个倒是可以放在这里，那也行，放点这个，增加一些生活气息，是吧？你们两个表演杂技呢？还没有微波炉。
垃圾桶。这都烂了，这水果。叫 standing mirror improved， 这有什么区别？这有啥区别？好像里面反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我没看出具体。Surgical stand data bank， 这个肯定要来啊，这个只能坐在地上。Terminal。显示器支架，intercom， 这个不能放这里。conference phone， 这个是会议电话，放在这里。Air conditioner， 空调。其实这两边这些就是空调了，你看这个地上都有这种排气孔，
这些应该都是已经建，就是中央空调应该是已经弄进去。Box。那你可以假装这个是抽油烟机，抽油烟机放在这里，非常合理。Moonshine setup. Get with it. Blend drink crate. Drink crate. 这两个其实是一样。特指它配好，我就不见。例如这个在 decorations interior 里。毛巾架，毛巾架，有很多种毛巾架。这里面放一个，然后这外面放一个，这是洗脸和擦手的。这边可以做一个，啊，这边已经挂了，他自己给我挂了，倒是挺聪明。不过这边还可以再挂一个，这个吧台后面可以挂一个，吧台前面挂一个红的。Shower wall glass holder, coffee mug holder. 这酒架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酒架能用吗？让我试试。我这就是自己摆的，其实。不过你自己摆倒也行，自己摆一堆酒在这里。哎，我就说，我就这么办。我看我现在身上有哪些酒都摆在这里。虽然我不喝酒，但我这些战友他们肯定都喝酒啊。所以咱们还是应该摆一些。对了，这些东西也要摆一下。我的酒都放到哪里去？黄油扁豆、马铃薯煎饼。鬼橙汁，餐具。哎，我的酒，这身上没有几瓶酒，其实。面包。肉饼，
卷卷。牛奶。法棍，这些都拿出来。噔噔噔噔噔。浓缩，哦，哼，又扔一地，很好。哎呀，非常好。Fuck me！ 哇，你不要，不要踢呀、啊！你说你们这一踢，踢的是开心了，拿个地毯当桌布来用，这个太大了，其实都。章鱼小丸子，拉面，
也可以叠上去。是装修，那。这边我们放一堆鱼，平时可以做什么鱼汤用这些膏，估计还可以。然后的话，肉饼在这里再加一个，加一道菜。嗯？在底下谁呀？这是。我需要拿个砧板。砧板，哎，灭火器还是要备一下的，以防危险。玩具火焰、环影星星、咖啡杯、NASA 笔记本、NASA 咖啡杯。砧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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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算找到。一个灭火器放厨房。一个灭火器放底下，电脑设备旁边。NASA 这笔记本现在不能，还是不能横着放，这一点很奇葩。咖啡杯倒是没。电话。他这电梯门怎么能不能不要让它一开一关？放了砧板以后就可以放这些菜，放在旁边，营造出一种在做菜的那个感觉，做菜洗菜的感觉。番茄、梨，还有各种肉。Smoked，这是鱼排。各种各样的肉。
底下再放杯咖啡。这边太厚了，是？那我不放，我放这儿。放这儿，放这儿，这里玩。坐下开始读《双城记》。A Tale of Two Cities, a wonderful fact to reflect upon that every human creature is constituted to be that profound secret and mystery to every other. 这是英文版的。他们在这里读书。你自己可以看，那不是，那不行，它就是一段节选，它每个小说做了一段节选。要我说，他应该买，把版权沟通一下，是吧？然后把整本书都搬进来。那我真的很可能在这游戏里把狄更斯这些书全读完。一杯地球经典咖啡，一本书，就这么细细。128集。小柠檬，小李子，小李子，这李子挺大的。土豆也不小。小火箭，这是黄油，黄油肯定和面包啊 ，cheese， 法棍，这是橙子，风，希望放它们。后面可以，但前面不太行，前面要放满了已经。这里倒是可以。青柠，不
不是有柠檬，还有青柠。什么鬼声音吓我一跳！这是这个展示酒的地方，别忘了用。这是黄油。外星高汤熬汤用，还有是有各种肉，毕竟是我们是肉食动物，我就喜欢吃肉，家里当然也要放满各种各样的肉制品。要是这么在于辐射四原版里这么摆东西，早飞了，所有东西都飞了。但是你看现在就不会啊，星空把这个痛点解决。这厨房越来越有生活气息了，整个房子都越来越有生活气息了，并不是原来空空如也的房子。拉萨。为什么 save 不能换了？有 bug。这个 coffee machine 和这个有什么区别？我看我把这个删了，我放这。这个 coffee machine 是可以用的，好像是某个 mod 加的。它还加了好几种，那我觉得我要这个橙色版，我们试试它有什么用。还真能用。你能做的新，哎，等等，他啊、哦、不，他是把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他能做衣服？但是你可以自己酿，你可以自己做咖啡了，确实。地球经典咖啡经典营养咖啡和水就能自己做一杯。
Something for personal use or for sale? 如果他这个吸附点是在上面。自己酿自己烘焙的咖啡。现在是下午。霓虹城这鬼地方真的是说不出话，让人有点。Landing gear. Check. Thrusters. Check. Insight. Clear.到太空港啊，不是到静海指挥中心，让它重新只加载静海指挥中心，然后在老地方存档看看。话就不要建这么，就不要把预算破了，然后自己也开始建主城，自己建主城的代价就是这样。你现在可没有那些它本身游戏的优化手段，你建的这一切可全是动态，那就难办。哇，这舰队，这运输舰队，哇！当然是在这里存的档，然后读的档，不知道这样行不行，来试试。这样他就能把整个城市都加载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，就可以更方便的建造，这样他不用切换那些建筑。不过当然也更容易闪退，因为它全加载出来。咱这个地方可以加载，哎，这摄像头怎么回事啊？靠 ！What the fuck？ 抽了它。OK。现在就整个把城市都加载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览城市全景。
看看广寒城在白天真正的模样，我们的自己建造的主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规模。这就是广寒城的真面目。一直以来隐藏在黑夜之中，之前拍的照片全是晚上的，今天总算是白天了。到底怎么能不能调摄像机移动速度，我要查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太慢了，每次。Starfield， photo mode， camera speed。 Any way to increase camera speed？ 哎 ，photo mode transition， 什么叫 SUCSMX？ Default is one。有用吗？这没用啊，100。确实没用，靠，试了半天，确实没用。
拍照模式实在是太慢了，有点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知道怎么改这个速度。或者 TFC 啊也行。哦，TFC 快，TFC 用 TFC 之后，你可以再，然后你再把 TFC 关了，应该就行。哦，这个方便，那我懂。原来如此。比如说，现在我把 TFC 关了。What the fuck？靠，我不又回来了吗？天，这不行啊！这 TFC 和 Photo Mode 是两个东西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安一个 Mode 来加快它的速度。TFC 是 TFC。而且 TFC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下看哎，TFC 倒是可以变焦，但是 TFC 不能上下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起码快多了，确实。已经没了好几天了，看我的置顶动态，已经有个3天了。月面都市。在置顶动态里，
Captain. This one, 最好打个灯。这上面如果能打个灯就好。特别明亮，但是怎么才能打个灯？啊，怎么办？能用控制台指令吗？我属于这个部分。但是也不能，这到底属于
那边也需要连一个连接的东西。只要这边连上，整个哨站就真正一体化了。我们现在只需要做一个聚构，从远处看着他们连起来，近距离的可以以后再说。最主要的是先搭出这个天际线。这个挺好看，圆形。然后就是 set pose， 把它们移下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 Y 轴。是 mod pose， mod pose y 减50，我这错了，是 z 轴呢？那么还是 z 轴，是 z 轴的 z 轴减十，对，是 z 轴，上来点。确保它不悬空，主要是。哎，这个还是悬空，继续往下。Mod pose Z， 五，这样就行，这样不悬空。
个地方落差大。这样就 OK， 我就可以去拍一张天际线了。这样的话，天际线那边应该没有问题。可以用 TFC 拍。C 快，虽然 TFC 不能调别的，但是它快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可不可以等我去找个 mod 把这个速度给搞一搞再说？这是路上，他退的不错，你就看他闪不闪退，他不闪退就烧高香。我见到的东西大概是我大部分的建造肯定都在这儿，建造7676个物体，这7676个物体，我敢说少说有5000个都在这儿，也就是说这一个地区它要加载5000个建造建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闪退的不错了。我把所有杯赛给我设定的预算上限全部解除，然后我在这一个地块放了5个基地，每一个都突破上限，可能10倍有余，所以他居然没有闪退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非常的震惊。他居然撑起了这样子的哨站规模。我现在只等着别的飞船来拍几张。来了，2架，
这是月球，这是阿波罗登月舱。Thank you.
刚玩这游戏时的梦想实现。我记得第一次进星空的时候，我就跑到那一天就特意跑到月球上选了这么一个地方，然后那天就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要在这里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，就像曾经的庇护山庄那样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繁荣昌盛的城镇。而现在它就在面前，经过了660个小时后，再对比600多个小时前这个山头上什么都没有，现在这个上面满是我的那些从各地招募的员工，然后贸易线来来往往，我很好奇，如果我移动到那边，我还看得到那个废弃生物实验室，试试多远他会把这东西刷掉。感觉首先和建筑的大小有关系，地的距离和建筑大小有关系，其次我就不知道了。越大的建筑越晚刷掉。然后飞船有优先级，即使你整个哨站别的全部刷掉了，飞船也不会。飞船是优先级最高的 LOD 里显示距离最远的，无论是你的飞船还是 NPC 的飞船都是优先级最高的。还在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还在，所有的都在，而且是。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。那我再远，这很可能是他们凿出来的，你可以理解为，毕竟这地方是个人造建筑。我的发，我操！这捅了。捅了老窝，
海盗离我城市这么近肯定不行，肃清肃清，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也是他妈低重力下扔手雷，没有那个抛物线。有多少海盗啊？哪来这么多海盗啊？什么鬼情况啊？这是枪，肃清 ，clear。海盗都从这船上下来了，看来是。还送温暖了。正好把他们装备拿回去做场景叙事。他把超级货港刷掉了，这个距离以后他把超级货港刷掉了，看到那边没有，只有个飞船，但是这一侧的还都在，看来和距离肯定也是有关系的。首先这是瓦鲁的船啊，我抢了，不管，我抢是我的，我以后拿它来改别的船可以，我的喽，别挤我。哎呦我去，上面还有人呢。手雷，他们好强。130级，还剩两
achieving orbit now. Walu, this ship. 长这个样子，像两层一样。我的运输船也在朝月球前进，不过我们要去新亚特兰蒂斯。130新的进这个等级徽章拿到。Do you have a favorite restaurant? Landing site is sufficient. Get the ship down.I've found something for you. We're asking.Everyone to take care of any DJ. Hey, what can I do for you? Okay, no problem. 注册。换着开，啊，隔一会儿就换艘船，隔一会儿就换艘船。There is no one. 这样永远都不会开腻，哈。这次换成风暴号。I would rather see.这么多船员，来整理一下。
好了，今天就播到这儿，拜拜。